傑今日帶我嚟威尼斯人呢度，到底有咩好食先？嗱 ，Cherry 今日就同你嚟一間頂班嘅扒房 ，Morton's 食好嘢同埋鋸扒。哇！咁有冇甜品食啊？當然有啦。仲等咩？快啲行啊！第三位 ，Morton's 海鮮凍盤。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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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第三位 ，Morton's 海鮮凍盤。哇，好豐富啊！有龍蝦，有生蠔，有長腳蟹。我要試呢一個。哇，最中意澳洲生蠔啊！我梗係食龍蝦啦，波士頓最出名係咩啊？梗係龍蝦啦。同埋我要試呢個咧，就係特製嘅雞尾酒醬啊！哇，你啲頭好似喐緊咁樣嘅。哇，一啖咯，我要。你唔好望住我食先得噶。我呢個龍蝦，好甜啊！我一陣就炮製你好，咁呢個龍蝦咧就非常之爽脆啊，即係非常之爽啊，即係用脆嚟形容海鮮啊。因為呢一碟嘢都係非常之新鮮嘅，咁啊打嚟到 Morton 一定要試一試呢個 Morton's 海鮮凍盤。第三位啊，第二位 Morton's 軟心朱古力餅。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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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第二位。摩頓軟心朱古力餅，哇咁正嘅甜品，最喜歡就係食呢一個啦，流曬口水啦！哇，我即刻睇下，哇呢一下，哇啲朱古力係有名堂嘅喎，係比利時嘅朱古力啊，同埋配埋呢一個雲尼拿味嘅雪糕啦，一齊食嘅。哇，呢雪糕仲係哈根達斯嘅雪糕嚟嘅，正啊，絕配。好幸福嘅感覺啊！一旁唔會咁靚。一定要吃下。喂，這個我真的停不到口，因為它的朱古力本身又不會太甜，再加上雪糕一冷一熱的，這個配搭真的停不到。這個甜品你一定要試一下。第二位，第一位 Morton's 頂級肉眼扒。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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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 第一位了， Morton's 頂級肉眼扒有多頂級啊。哇，那碟還熱辣辣。哇，果然是很細心的服務啊。還有呢，它這個我平時在家裡做不到的，因為它的爐呢有成300度高溫，所以它可以呢瞬間這樣鎖住了肉汁，但它表面呢還可以很脆的。我看樣子以為是很熟，但是應該是五成熟。哇，這個美國頂級肉眼扒果然是不一樣，因為它的肉汁呢是真的鎖在舊肉裡面，我自己真的一定做不到，不怪很不同啊，同埋食嗰啲，我覺得澳門一定是第一地方吃不到咁好的肉眼扒。啊，係冇想食咧，第一位推介。哇，今日真的很滿足啊！嗱，摩頓斯道咧，當然佢嘅食物咧係一流啦，連帶佢個環境同埋服務咧都係頂班水準嘅。其實咧，呢個餐前嘅餐包咧都好想推介俾大家嘅。哇！呢個咁好嘅環境，除咗適合三五知己啦、情侶啦，亦都適合一大班朋友，幾十人都好啦，可以 book 呢個地方嚟做私人嘅聚會，午餐、晚餐、開 party 都得嘅。咁有乜好食先咧？今日就介紹到呢度。好，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去食好嘢。Good.